Ne? Umut.东海边上无声，给你个天。开门。回来了。什么干啥呀？不方便呐。说那些没用的。今天去找秤杆子了，你说这两口子是什么人啊？死活不承认。我看他们就是觉得我老实，欺负我。你给我说这啥用？跟我啥关系啊？跟你当然有关系了，我是子健他妈，我让人欺负了，你不管吗？谁欺负你？秤杆子欺负我了。你可别找我，我管不了这。刘二奎，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，行不行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丁小满是清清白白的，我没做过对不起孩子的事儿。是。我不清白，我恶心，行不？咱俩在一起过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样人你不知道吗？我以前真不知道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外边有人了呗？我有人了，行吗？明明就是秤杆子，我问他，他不承认，你还跟我阴阳怪气的。咱俩现在没关系了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事儿，听明白了吧？咱俩离婚了，但是你干的啥事你背点人儿，你让我他妈有点面子。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啊！哎呀妈呀！你不用在这哭哭咧咧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！你要觉得我害事呢，我就给你倒窝。现在外面都以为咱俩还在一起过呢，我要不看爸，我走都走了啊！二奎，你要是这么说话，你是不想让我在这龙泉沟待了是不是？你别的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行吗？哎呀，别哭咧，还睡觉。你们是不是都合起伙来欺负我？我真没那闲工夫。这又来了，我去哪儿啊？谁呀？我呀，满呐。你来的正好。哎呀，满呐。哎呀，你两口都在家呢。秤杆子呢？这你俩咋的？吵吵了？我问你，秤杆子呢？秤杆子。在家呢，没来。为啥不来啊？不敢来呗。怕啥呀？我来，我就是来解释这个事儿来了。满呐，秤杆子那天晚上，他确实来了，来过。那我问他，他没承认呢。呀，害怕你呗，这害怕吓的。他害怕，那你呢？我当时问你，你说你晚上睡觉必须搂着你家老爷们儿，你咋没搂住呢？满是这么的，我这么多年呢，我就真就有这么个习惯。这刘总，我不怕你笑话啊，就是我要是睡觉吧，我就是必须得这么搂着。是，就说这事儿，就是就不搂着，你说我就睡不着。还你说那秤杆子多阴损啊，他给我整个枕头给我垫上了，垫上完了，你上那边说去啊？那
垫上了，完了他就走了。走了我还问他呢，我说你上哪了？他说我上旱厕了，他去找小满去了。刘总啊，他找小满他也不是为别的事儿啊，啥事儿呢？不罚他2000块钱吗？他就想跟小满说说，看能不能就罚俺个人个，他们别人就别罚了。就这功夫，刘总你就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说他吓得他滋滋往回跑。你说你们家秤杆是个什么人呢？我想问问呢。嗯，干的啥事儿啊？这是啊。哎呀妈呀！啊，你们家开超市就没少糊弄我爸，现在到山庄糊弄山庄，你们要他啥呀？明天不行，全滚出龙泉沟，包括你。刘总。你真是这么看我的？我咋看你啊？妈，你说我完了，你说我死真干子，你说我哪位不哪是那人呐？这属于你这冤枉我呀！我这可不是那人呐！你也不是啥好人，别在哭咧咧的。嫂子肯定是不是那人呐，小满呐，你这么说的话，这嫂子这可委屈了。你说秤杆子学八辈子大德呀，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，你说你就说清楚呗。你说你跑啥呀？你长那样，你对人两口子能造成啥威胁呀？真的，我对不起了啊，刘总啊，满呐，对不起了啊。哎呀妈，别来气了，真的，我指定我也不能跟他过了，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，真的。小满不那人，刘总真的，我跟他走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妈，整不了啊，指定整不了。你这大半夜干啥去啊？回娘家，回啥娘家？抽啥风呀？你说你呀？我说小满，他去了。我该澄清的我也给你澄清了，我该道歉的我也替你道歉了。咱俩就算过到头了啊！我最后一次帮你，我尽力了。明天咱俩就上民政局，赶紧的就把婚给离了。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真的，这孩子我一天都跟你过不了了，真的。这怎么能扯上离婚呢？里外里，这不就是个误会吗？既然误会澄清，那不就没事儿了吗？你今天一出，明天一出，你永远都得有事儿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让二奎劈头盖脸的都给我骂呀！我长这么大，小名骂过我，真的。媳妇儿，你别脸，二奎骂你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别哭了啊！我要知道二奎骂你呀，我就不让你去了。我去多好啊！要不我找他去？你敢去吗？你要能敢去，你还让我去啊？啥也别说了，我走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媳妇儿，多大事儿啊，是不？误会已经减轻了，啊！你要感觉你委屈，你骂我两句，我给你打我，来打我，打我，真的没用的，打我。别哭了。就你那样的，你这一回完事，你还有下一回？你这就老这么的，你说我能受了吗？我媳妇儿。我向你保证，我没有下一回了。我向你保证啊！哎呀，整的没用的了。整去回娘家，回娘家的。这些装饰挺好看，是吧？那行吧。好啥看呢？那画的多浓啊！别管我，我觉得挺好。真是，挺贵吧？那阿三咋下来这么快呢？咋的？你演多长时间了？22分钟。还舔个脸说呢，我主任你不管呢？这演员演不到点就演20多分钟，那剩的10分钟谁扛啊？演多长时间？就是我看挺火的，那时候下来正好，你多演也没用啊。完了，哎师傅，安山今天没到点，你上学就多停点时间啊。我1万多个活啊，毛门楣呀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就完事了？就这么惯着？啥呀，惯着呀，你就严谨点得了呗，事儿那么多呢。我想我点儿倒行，我就是我这两天嗓子哑了，要不行我也给你扔5分钟啊。你可别给我扔，你跟你三哥好，你跟你三哥扔，没问题。嗓子还有点干呢。哎哎，你干啥？哎呀妈，这啥玩意儿啊，不好喝呀。行了，我演出去了。大呼的你，三哥，嗯，我走了啊，加油啊，马上吧，爆炸啊，必须的，炸中炸，炸中炸，哎，慢点啊，啥都起，多点啊，一会儿来个炸中炸啊，你看你还到了，白瞎了吗？
我嫌他脏，你就瞎干净。你说那大龙不就那样，他逮啥抢啥。他怎么不抢你酒呢？他也抢不去。你别看我这衣服，整一身酒味儿啊。我完事我给你洗。今天观众还行，挺多人。你咋了？肚子就咕噜咕噜叫呢。你是啥东西坏肚子了吗？不知道啊。不是，没事吧？没啥事吧？你咋的了？这么疼吗？有点肚子疼。你看一眼还有多长时间能上呢？快下来了。马上了。啊，不行了，你先上。我咋上啊？不行了，大龙，他咋的了？肚子疼，我找上哪个去？大龙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衣服有点酒味儿。三哥，哎，大龙，三哥，我憋不住了。谁有纸啊？咋的了？这是？坏肚子了？咋的？长，什么情况啊？老三呢？快点的，他们快下来了，谁上啊？都别慌啊！老三，你穿衣服了，你赶紧顶一下来。行，好嘞。这完犊子玩意儿！你多唱几个，我还没梳头呢。好嘞，不动了啊！你去把我彩银拿出来。不行，我上。主任这长时间不演出了，你能行吗？哎呀，我用道行我都压他们了。那完呢？是吧？你早点换衣服啊！我不一定啥时候下来啊。你不有道行吗？姐，我师傅都出山了。挂着啊，我也去看看。看着吗？啥的？大龙昨晚吃串喝点啤酒坏肚子了，你说他喝点白的，是不是啥事没有，还能消毒？可拉倒吧，行吧行。不行，我做准备吧。你要上算台呀？你就把墓拉好，就比啥都强了啊！赶紧去吧，去。你这好不容易有个拉肚子的，那咋的呢？我多拉几个好。哎呀妈，这啥人呀？爱好无碍。你这大龙吃啥了呢？谁吃烧烤？吃烧烤吃。行，一会儿我给你买药去。来，三儿，敬你一个啊！来，铁月。我给你报完了，你咋报的？我整点减肥茶，我怕不够劲儿。然后呢，我又抓了一把巴豆堆里头，喝完现在人躺着呢，现在没起来。哎，劲儿得老大了，那赵三能受了吗？大龙喝的。大龙啊，他怎么还喝了呢？我刚开始是给赵三准备的，但是大龙看着了，那家他渴了，给抢去了，呜呜呜给喝了。那你这算报的啥仇啊？他喝了也正常，你瞅那天那个熊样，他和王老三，你们那么多年的感情都不顾。三儿啊，你仨得团结，我还指望你仨在大舞台有一波势力，我东山再起呢。别指望了，指望不上了。但是三儿，今天你的举动，我也感谢你。事儿发生之后，处理我了，我就说。减肥啥？你说我用不用告诉大龙那放那一把巴豆啊？哎呀，那你多余不？人家都没喝出来，你还告诉他干啥呀？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来。老根儿啊，精神得振作起来点儿，一天别那老寻思不开心的事儿。哎呀，开啥心呢？别上火去。就是。那谁，老宋头还回来不了？啊，他回家办点事儿。对，也说回来了，但是可能暂时回不来。咋的了？你想的了。如果他在呀、啊，我还有点乐呵事儿。你看看，
吃个小白牙，搁那呵呵呵呵。爷，你要闹心呢，我就带你出去兜兜风去。我早就看出你想老宋头了，你知道不？他要在这儿一天把你逗嘴都合不上。你山庄那头能扔下了不？山庄那头吧，要是蒸包子和馅儿，我回去那头我都安排好了，不耽误事儿。完了没啥事儿呢，我就过来照顾你，这不两头兼顾吗？你也够忙活的。行，忙活点行。辣椒匣子最近也没信儿。还能有啥信儿啊？说话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我都不爱搭咕他。哎呀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啥爱搭咕不爱搭咕的。过两天老宋头回来了，咱这院更热闹了。那是。对，大伙儿又说，哟，呀，小满来吧，大胖。辣椒姨。啊，嗯呐。哎，爸，来来。来，把水果给我。嗯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你坐吧，坐。大妈，你坐那儿，你坐那儿。你长个了？长。你站起来，我看看。哈，长半头啊。上学了吗？爷爷现在放暑假呢。哎呀，你看我都忘了。坐一会儿。你想我没？想。嗯，爸，你身体咋样最近？嗯，身体怎么样？挺好。死不了。你说来半天了，就看上他大孙子了。爸，这还有个大外孙子呢。嗯，这还有个大外孙子。笑了、哎。吃水果，吃水果。谢谢辣椒姨。孙子，吃一个。谢谢。爷爷，你吃。吃完来我给你扒。爸呀，你看现在多好啊，这日子多有盼头啊。一天你还生啥气呀、啊？那三姓要想跟赵三结婚，就让他结呗。你管那事儿干啥呀？是爸，你说。你不一直想盼着山杏能成个家吗？年龄也不小了，这自己要喜欢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就说是，你俩上来说这个事儿了，说这事儿就别说了，行吗？我就因为这事搁这上火着急呢，说这个。那你要把山杏当一辈老姑娘啊？那是随便说跟谁结婚就结婚吗？还讲不讲究点规矩啊？他俩不处都挺好吗？我问你，你跟二柱子这些年，如果二柱子中间要走个十来年不理你了，回来了你还能要他吗？妈呀，那他可不敢，我能掏死他。你长个手会掏。大胖的脾气我可知道。性这个事儿吧，我一直以为他跟开元处的挺好。就突然就来这么个赵三儿，赵三儿你也不是不认识，小满你忘了吗？咱山庄刚开始那时候他是演员嘛，嗯，三杏就说啥要跟人家唱，原来我先把杏嫁给这个，这就，哎呀，这二柱子就他就给撬来了，那哪是我撬来的？你看俺俩都互相都喜欢，都同意，还我撬来。你看我爸说那话说的，结果这个三杏就有点喜欢这个赵三儿，当时他就走了，说是因为跟什么赏钱的事儿。对，有个富婆说的啊，老太太。你说现在又回来了，你说是这回事吗？这不得慎重吗？爸，你听我说，杏跟我说过，他跟赵三在一起吧，有共同语言。早就有共同语言了，那咋没成？那他俩现在不要结婚呗？那结婚就结呗。你要是问这事儿来的，就打住，不要再提。我刚刚碎点气儿，我是看我大孙子了，我给你们点面子，你们能说两句，要不然我不想听啊，我腰坐生疼。说咱俩回屋待一会儿。行。你跟爷玩去。嗯，哎呀，慢点。我大孙子，哎呀，学习还紧，看着唠这事儿。你这老头就这么倔，还他倔，你上哪壶不开提哪壶呢？就这老壶也烧不开呀，我往哪提呀？还咋烧开呀？这些天都上老火了，他就这一个姑娘，你那嫁个不可心的，他能愿意吗？劝不了这个事儿，不光你俩，别人劝也不好使，所以别惹你爸生气了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9号考生高雅琴，我从小在奶奶家长大，后来被我爷爷收留了，做我爷爷的生活助理，大家都管我叫小保姆。我觉得怎么称呼不重要，
最重要的是对待工作认真、负责、努力就可以了。我的梦想就是考入这个音乐学院，希望老师能给我这样的机会。老师请放心，只要让我考进去，我绝对不退学，好好学，不处对象，不接商演啥的，就是一心把大学读好，读硕士，读博士。老师让我考进来吧，谢谢各位老师。那个秦娜，你坐下歇会儿啊。你说你都在这练一上午了，翻过来调过去的，你以为考艺术学院就这么容易呢？哎，那要真考试的话，文化课及格吗？姐，我现在300分没问题，努力努力400分都行。你要真能考到400分，还能把你的艺术分往上拉一拉。但是有些事儿吧，不是你想那么容易的，就特别是考这种艺术类的学校，那颜值啊、外表啊啥的，那也老重要了，你知道吧？姐，你话的意思是不是我形象有啥问题啊？不是，我那意思是，你不是能更好吗？姐，你看人小月都能考进去，你说我差啥呀？你说你老跟那个钱新月较什么劲呢？啊，他钱新月天生就是小脸，你天生就是个方脸，那你俩人要往一块堆站，你不得比他多出来一半上的脸是吧？这咱得承认。多出一半呢？姐，你一直这么看待我呀？是，我也觉得我形象有问题。哎，姐，你咋长那么好看呢？是不是让人给整了？那咱俩搁一块住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知道我长啥样啊？我看过你小时候照片，你那个时候也是方脸。你看那是几岁的呀？我那是婴儿肥。你就是整了，你告诉我吧，姐，谁给你整的？我爸我妈给我整的。你看，我就说整了吧。在哪儿整的呀，姐？咱俩这嗑还能不能唠了？你怎么这么轴呢？姐，我啥话都跟你说，你就告诉我能咋的？你说到时候我啥都过了，就卡在我这张脸上了，我多打脸呢？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自己做一次心灵美容了，是你心出问题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心脏没问题，姐，我就感觉就是形象的问题。行了，咱俩也别唠了，真是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改头换面。阿锦，来来来，准备准备啊！你得快点杀了点，快！这两步道让你们走的，那啥啊？咱们呢开演之前呢，我先叨咕几句啊。这个老根儿啊，能把咱们派到刘老根大舞台帮着迎宾助演，我觉得老根儿这是对咱们很重视，是吧？是。哎，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认认真对待。现在咱是在门口，没准将来咱就进屋演去了。这就啊，哎。不是你这干啥的？卖水果。卖水果啊？你走差地方了吧？我们这要演出了，你上这儿卖啥水果？这上卖的啥？哎，别推我车呀，手翻了。有大舞台那天我就在这卖水果。还有大舞台那天你就在这卖水果啊？这大舞台谁开的知道不？谁开的？刘老根儿。我们是刘老根派我们到这儿演出的，你上这跟我们抢啥地方？再说这也不是菜市场，你上这卖什么水果？出去！哎，别！干啥出去啊？但是你老头你气性别这么大，你在这嘎伴奏你的，我卖我的水果不耽误你事儿的，你就吹个喇叭，有那么大地方够了。你要是只要能合同汽油在这院里飞，我全出去卖去，行不？这啥？你们说什么话呢？这是啊？啥话呀？来，来，保安，你过来，来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这给我整成干啥呢？我们这要演出了，他上那捣乱。我们要开演了，他卖水果上这儿卖来了，把我们地方占了，观众往哪站？你把人家地上给占了，前些天人一直在这儿卖了。保安哪有活的？不是你这，不是我们这是要演出了，这怎么这他整成他地方呢？之前这不是演出地上，这是人卖水果的地上。不是你这小子怎么这么说话？你这大舞台这没人管呢，这事啊？不是，那你跟我喊啥呀？有能耐你去找领导去呗。你这个老头儿啊，你跟谁说话呢？三妹子，哟，忙着呢。哎，张老板，溜达呢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等我干啥呀？送给你呢。送我书干啥呀？怎么说呢？我得
感谢你替我出头那件事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你说就这事儿，搁咱山庄，谁遇着谁都得管，咱也不能希望外边人说咱山庄人不好，对不？对。再说了，我这大字儿不识几个的，平时我也不看书啊。谢谢你了，我不要不要。不不，这书得看，内容好，那讲的是从头到脚说健康。你看呀，像咱岁数了，零件都老了，你这个健康问题非常重要。哦，就是说健康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看看。行，那我就谢谢您了，破费了啊。咱俩你还客气啥呀？哎，那个，这书呢，你一页一页仔细看，嗯，书里有内容。哦哦哦，行行行，没事儿，我就翻一翻啊。那是啥？嗯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好好。嗯，你别忘了看。啊，好好好，仔细看啊。嗯嗯嗯，慢走啊。哎，回捡馒头去。哎。我本来自上海滩，爱人已故好多年，回首往事须度日，红颜相遇在龙泉。这是一首藏头诗啊。啥叫藏头诗啊？就你把后面的字都捂上，露出前面第一个字儿。我爱回鸿。妈，真的，快快快！妈，字儿写的挺好看的呢。嗯呢，还这还有个落款呢吗？张凤凯，张凤凯，当初有叫张凤凯的吗？张凤凯。哎呀，是不是康养中心那个张老板呢？老张头啊，给回鸿写的情书。哎呀，他不平时就喜欢回鸿吗？对，就是。是不？嗯，还真浪漫。啥玩意儿？这浪漫的瞎说的！这老张头到底是啥人呢？他不上这旅游了，跑这瞎勾搭啥呀？再说不知道跟我处呢咋的？妈呀，啥时候跟你处了呀？谁到了你？谁有你？你这个保安队长有你这么解决事的吗？啊，老根让我们干啥来？是让我们开演之前，我们在门口帮着迎宾，帮着助演，是不？你这整这么半天，观众都要进完了，我们这还没演上，就这一个水果摊你撵不走？不是我撵不走啊，关键大爷我没接到我们领导通知呢。哎呀，那你得多大领导通知你能好使呢？刘老根啊。那你的意思我回去还把刘老根拉来跟你说这事儿呗？那最好了。你这还说话有点不讲道理了吧？你们这么多人跟人一个人抢地盘，你抢不过人家，你说你跟我俩吵吵啥呀？我告诉你，别看我们岁数大了，你要真动这手，就你们这样的，还真就不一定是个，你知道不？那你就跟他抢呗。什么玩意儿跟他抢？你不还是没抢过？这我还是刘老根开的。张大爷，干嘛呢？你来了啊？是这个情况，你干爸呀，让我们过来帮着大舞台这个迎宾，这家伙他就把车就推到这儿了，就不让我们演。这啥玩意儿？这大舞台现在有没有人管呢？这是啊，徐大夫，是你不管呢？你不知道咋回事，丸子，人家水果摊从开业就在这卖好几年了。他整一帮老头老太太在这块抢人家地盘，那你说我咋整啊？白用这么多年就已经够个意思了。你杨大爷给咱们来助演，怎么了呢？你别跟我俩吵叫丸子，你管舞台行，你管我们干啥呀？啊，录像。我现在正式跟你说呢，能不能整这事儿？都是老头老太太，我咋整啊？要整你怎么？我怎么的？整谁？整他们了啊？把我们整出去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理解错了吧，小子？这是我干爸老哥们，你干啥、哎？啊，你说卖水果的啊？那我整不了。咋的？完了，你在这说话不好使啊？这啥呀？你先啊！说着大爷，你们就别着急啊！我今天必须给你个交代。给啥交代呀？能管不？问你。管不了。对啊，来我管。不是，来这摊是我的，凭啥你管呢？你不管吗？不管这也不归你管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听见没？你什么？你俩跟哪儿了？里外不分吧？别给我怼！等会儿吧。哎，于队，还卖不？问谁呢？哎呀，李大夫，咋的？啥意思？是你家亲戚呢？谁家亲戚呢？我都不认识的，还我家亲戚？行了，都别卖单了，该看人转看人转去。算了，算了，都不容易，忙着。哎哎。
你坐我车是不？没有，我就往这推推。来，苹果都掉地下了。你拿上来，行吗？那苹果都掉地，我就往这推推不行吗？哎，下。哎呀，我动手是不是？动手咋的啊？咋了？哎呀呀，行了，完了，你可别了。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呢？你有这个劲儿，你上舞台上去死去！不用跟他犯话，行吗，大爷？哎，爱说不说啊，丸子这小子行，丸子成长了，孩子长大了。要说你干爸把你放到大舞台，那是对的，必须得有自己的。是，这是不明显这是里边有事儿吗？行行，那个我还得还演出呢，行吧？完你们就别跟他师生气了，行吗？那你赶紧辛苦啊，辛苦！我马上，你坐红，我回去了啊。撤，不演了。这还演啥呀？观众都进去，咱给谁演呢？珊珊，你还跟你说话呢，咋的了？干嘛呀？我给你打电话咋不接呢？你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打多少电话你接了吗？我这两天太忙了，忙的连个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。那你爸和你二叔天天拍板的项目，到最后不都我去跑去吗？啊，整个山庄就你最忙，你比我二叔都忙是不？忙的连个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也不能好好说话呢，这一天。我倒想跟你好好说话，你让我跟你好好说话了吗？我说咱都放松点行吗？咱放松点，咱别激恼的行吗？因为我想生气。哎呀，爷爷那边咋样啊？能怎么样啊？生气呗。还是小姑的事啊？因为你的事儿也挺生气。怨我了。这两天咱俩看看爷爷去吧，行吗？让你去你自己去。要我说，你回去啊，你劝劝爷爷，就是小姑人结婚的事儿就别管了，让人家消停，把婚结了就完了呗。这事儿可不怪我爷啊，那我小姑这回领回来那个，那是20多年前伤过他那人，那你说我爷心里能过得去吗？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，别逮着不放，行不行啊？那么大岁数人还能走到一块儿，说明还是有感情。要我说，你这事儿就管都多余，老这么憋着一天。你啥意思啊？觉得我爷多管闲事儿啊？那不是因为是他自己亲姑娘他才管的吗？那别人他能管吗？亲姑娘，要不说你们家的亲姑娘，我感觉以后啊嫁人都是问题。你说小姑娘想搞个对象结婚，爷爷在那管着不让，咱俩这搞个对象还没等结婚，你说你爸这一天鸡头白脸的到现在也不吐口，我就真寻思咱俩这结婚以后得咋结。那不同意是为啥呀？那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吗？你要做得好点那不就同意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咋回事？咋回事也不赖我。你都把人打了，还不赖你啊？我啥时候打他了？人杨大爷给咱们出外场来了，人带着一帮人轰轰烈烈的，咱那个院里全是小商贩，那都摆到院子中间去了，院都没地方摆，你这咋整啊？我不出手谁出手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家都拍了视频了，发到我手机上了，那亏了没发到网上去，知道不？这要传到网上，得给大舞台造成多大负面影响啊！都得关了。姐，你咋还不明白呢？这叫断章取义，这不就给我下套呢吗？给你下套你就钻呐？不是你那脑袋是干啥的？平时不挺能叭叭的吗？你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，你不会跟他讲道理吗？他听钻呢，能动手尽量别吵吵。你看他们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没给大舞台造成负面影响。这要一旦造成负面影响，你后果不堪设想，你这事儿公司肯定处理你。你说呢？哎呀，我说啊，这事儿要完，这也是为咱大舞台好，差不多就行了。不行，我看这样啊，停演一周，工资不开了。你咋还来劲儿了呢，姐？我咱家大周，完就给我停了。哎呀，你还知道你是大周啊？
主演，就惹这么大祸，有本事啊上台上嘚瑟去，在台下你嘚瑟啥呀？他也不上台卖呀，上台卖你看我踢他不？你再说一个，你赶紧给我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啊！那我唱戏我不要钱行不？不好使，没好。哎呀，满桌子，这家溜溜达达把钱就挣了。你这啥话呢？你没看我这扫地呢？你心我像你似的呢？这一天啥事没有，跟个溜达鸡儿似的，可哪溜达？溜达鸡儿不也得长点食儿吗？没有食儿，我不也得饿死吗？不是，你来有事儿啊？哎，听说没？啥玩意听说了？回鸿办个大款，扯呢！康养中心那老张头，你俩都 OK 了 ，OK 了，就是回鸿把老张头 KO 了。啥玩意说些乱七八糟，你听谁说的呀？全村人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现在不可能有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出去给瞎说去啊、哦！你再说就真有那事儿也正常，咋的呀？你羡慕了？哼，我可不羡慕，我有家。你羡慕吧？你们还同行的，别说没用得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、哦，我可是啥也没听见，我啥也没说。呀，姐，咋的？找我有事儿啊？你说又上老哥家去了啊？我这不是惦记你吗？我寻你这来回两头跑，你那身体能受得了吗？哎呀，这不老宋总请假了吗？他要回来，我不就不用跑了吗？再说了，老哥这两天呐心情不太好，咋的了？哎呀，这不因为孩子的事吗？三姓这婚姻，他心里不太痛快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老哥也是的，那孩子那么大了，结婚是好事，你多劝劝他。我就这么劝他呀，但是不听啊，这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好的事儿。你说不说？你现在你回鸿，人都找着好人了啊？回鸿找老头了啊？在哪儿找的？就那康养中心的会员张老板。哦，那老头啊，我看着过，老有钱了。哎呀，回鸿跟他肯定后半辈子享福。你说你这人啊，一提钱那家老有钱了，眼珠瞪焦绿。有钱老头多的是，你跟那羡慕啥呀？不是我羡慕，我那意思，人家叫真有钱，不像你家药匣似的，还整我有钱，完到关键时拉松套瘪茄子了，拿旁边去。这啥？谁瘪茄子了？你咋知道药匣没钱呢？不是，那有钱，有钱那200万股金他咋不给你呢？他咋不转让呢？行，我不跟你唠了，你搁这好好干活吧，别待没事净琢磨别家老头。说两句还不让了，有钱咋没给你呢？整的没用的。咸着吗？嗯，不咸就行。嗯，挺好吃。你把人也行。哎呦，周经理，哎呦，你没事吧？那不小心呢，摔坏了吗？怎么能这么多水呀、啊？这谁整的？经理，刚才还没有呢。不是你们吗？不是我们整的，这归保洁管呢，主要。干嘛呢你们？咋还吃呢？就是刚吃。那台阶那有水，刚才把我滑倒摔跤，你们没看着啊？那不归我们管，那是服务员的活。服务员？他们不擦桌子吗？你们不擦地吗？我们那个是负责客房部的，这块不归我们管。就是。哼，不在客房啊？客房，老张头这屋的地肯定没水吧？他肯定不能滑倒。不，你啥意思啊？那还啥意思啊？把心收回来。周经理呀、啊，这人生啊，难免坑坑洼洼的。祝你一路走好啊！我说你们说话啊！还有你，你是他们的领导，你能不能负起点责任来呀、啊？不是你采购部经理，你上保洁部，你巴巴啥呀？你指手画脚的。你行，你这一年摔倒爬起的整好几回了，你就掉井里你也能爬着上来，你会自救。你说话你可真死了，你们说话啊。行，把心收回来啊，一天就整这没用的。别听他瞎说，该吃吧。姐呀、啊、要不然你给我调个地方吧，我不负责那屋，调啥调？你干好好的，
你那啥，你上那桌吃去。谁管你那事儿啊？我啥也没听着。姐、啊，要不然呢，让房姐去吧。你可拉倒吧！你在这干挺好的，那房间打扫的那么干净，客人都不爱走。你说我去了，这也整黄了。三庄生意不让我影响了，我担不起那责任。你吧，你别想太多。你单身一个人，你想那些干啥呀？你自己咋想的，你就咋出去呗，咋干呗。对呀，那个老张头有家没呀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这个事你得真当回事儿。你他要真有家了，那你就成第三者了。你这可得认真对待。你可别开玩笑，你是不是怕老李头知道生气呀？你们俩真行，白跟你俩处了啊。容易，你得知道啥时候跳马，啥时候出局。过日子忙事业，哪能都如意？大丈夫你得能昂身，也得能屈。人活一说话办事要把诚信放第一，我把家规要牢记，养育之恩更要珍惜呀。忠孝传家自古就是这个理，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这盘棋，走好人生。